篮球之神乔丹退役后始终心系 NBA， 其中包括2010年收购山猫队，2014年5月21日正式改名黄蜂，成为坐拥 NBA 球队的老板。乔丹入主山猫后，山猫队在2013-2014赛季取得43胜39负常规赛战绩，以东部第七的身份踏进季后赛的舞台，首轮对阵三巨头领军的热火队。北京时间2014年4月27日系列赛第三场比赛第三节，山猫一进攻回合被詹姆斯完成抢断，詹姆斯抢断后迅速推进反击完成暴扣，詹姆斯望向场边观战的山猫队老板迈克尔乔丹，镜头同时切换给詹姆斯和乔丹两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那场比赛詹姆斯拿下30分18助2段的数据，带领热火以98-85战胜山猫。整个系列赛山猫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，最终被横扫出局。